IF 公司基因转换生物能实验日志，档案代码20590810。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，虽然标本出现了一点异常，但是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。田博士，王峰失控了，快来看！田博士，跟踪。北纬38度11分，2059年8月17日 ，IF 公司秘密基因实验室与总部失联第7天，由6人组成的搜救小队前往救援。
是高频声波，有人利用声波击退了蜂群。好像的确没了，走吧，快点。好霉啊，热死了。哎，哎，怎么样，空调修好了，舒服了吧？这什么破地方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要不是因为某些人的破事儿，老子这会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某些人是谁呀？某些人是谁自己还不清楚啊？哎，你有病吧你。我女儿丢了是破事吗？谁让她来的啊？要不是你那个疯子老爸违反规定把他带过来，我们一帮人能在这儿吗？别吵啊，别吵别吵。田丽，等咱们找人妞妞再收拾他啊。你小子想收谁呀？ 一家子都是疯子。田丽，不要吵。果然是有完没完。我想李小姐应该很清楚，这次我雇佣你来是干什么的。不是为了寻找某一个失踪女童，而是协助我和李辉来查明实验室里百事口的失联。那本新书我看了，里面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赞成，尤其是那句人类最简单的突变就是唾液和体液的交换，说得特别好。小心点啊。最简单的突变是点突变，指的是单一碱基的改变，转换指的是嘌呤与嘌呤之间嘧啶与嘧啶的互换。是这么开的吗？
看。你怎么了？李慧，你给我顶好的。好。都看过了，没人。静静，老头那算什么呀？三年前南美洲豹子咬的。哎，你再看这个，马达加斯加鳄鱼嘴里的牙。你还去过不少地方。那是。还有这个。什么情况？电脑发生故障了，得手动恢复，卡住了。拿来。启动了自毁程序啊！别啰嗦。哟，没事没事，我保护你啊。跳尖儿啊！是不是实验出了什么问题？李慧，怎么回事？
小姑娘长得真好看。我觉得她应该是和大家一起撤退了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撤退？你看这个样子像是撤退的样子吗？是，但现在也没什么坏消息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会把女儿送到这个地方？嘘，田丽她爸带她来的，说是要给孩子治病。治病？啊，田妞妞生病了。皮肤癌。什么东西来过吧？她现在怎么样？嗨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帮搞科研的不就喜欢吹牛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吹牛。这是什么？2059年7月13日，今天的实验有了全新的突破。在对 DH79 样本进行 DNA 序列分析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里面的生物蛋白有着巨大的能量。这些能量能够刺激细胞再生。2059年7月17日，实验的样本能量之大超乎我们的设想。项目组成员继续用动物来做实验，如果成功的话，这将会是生物学上一次伟大的突破。在人工感染的小白鼠身上做的实验，妞妞非常成功。实验的结果呈阳性。爷爷。哎，妞妞。2059年8月1号，在进行人体实验时，发现效果非常的显著。新的药物顺利突破了血脑屏障，还打乱了病毒细胞的复制。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。虽然标本出现了一点异常，但是现在已经得到了。田博士，快来看！哎，妞妞，田博士，可以看出实验效果显著，相对10年前另一个案例，效果就更加的明显。倒回去看看。标本异常，生物蛋白酶，血脑屏障。这是哪儿？说。张宇，
子给我安全带，这里系，快点，安全。老疯子，你们公司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IF 公司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，你不知道？你先撒手！我就是行政总裁。你要问的话，你问那些搞科研的。对，问你爸，你爸清楚。到底说不说？你们别吵了。这里有东西。从张宇尸体的伤口处，我看出些异常。什么异常？这个伤口应该是锯齿状的东西造成的，但是很难讲清楚究竟是什么。这个伤口的地方形状很奇怪，好像是……很像什么？好像是昆虫的颚造成的。你看这块是昆虫大颚造成的，这里是小颚造成的，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昆虫啊。你们看我干嘛？我说了一百遍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们公司干过些什么你总知道吧。李小姐，我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最高机密。你给我好好看看，不就是张宇的尸体吗？你再好好想想。想啊，不就多死一个人吗？是，也不差多你一个。我不信你敢弄死我。二十年前公司释放过一批改造风。为了消灭蝗灾，我们公司释放过一批改造蜂，因为无法繁殖，所以说能够更好地杀死蝗虫，而且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。实验最初开始还挺成功的，初代目的是李辉，他可以通过生物电来控制改造蜂，但试验中途他受伤了，试验就终止了，所以他带着钢箍就是为了隔离生物链。那是20年前的事情，和现在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原本是想终止试验，不过有人却要坚持试验，接下来的事儿就得问他父亲田博士了。你说什么？有因就有果，这就是报应啊。你如果不是他们做这些基因实验，怎么会出事？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实验能起什么作用？
我女儿得了皮肤癌，我认命。不过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是死是活，连个影子都找不到。别在这嚷嚷了好吗？你除了会动手打人，你还会什么呀？啊？啊！你人家丢了女儿着急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什么东西？高频声波，我去，老天，你还活着呢？实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在什么地方啊？哎。田博士，是你。儿子，妞妞在哪儿？我问你，妞妞在哪儿？妞妞。他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他被抓走了，他很可能还活着，只有能和不能，没有可能。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？我来不是为了让你来教育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从峰峦里提取的信息素，妞妞就是靠它活了下来。你给妞妞用了这个？对，这是第三代 DH79 的信息素，它不仅改变了 DNA， 还能带来巨大的生物能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当妞妞的实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突然飓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，飓风杀死了很多的科研人员，但是他们没有攻击妞妞，好像他们来是要带她走的。妞妞被带到哪儿去了？应该就是在这儿。这是哪里？蜂巢。蜂巢怎么走？去蜂巢的路只有一条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计划一下才行。外面的飓风实在是太多，太危险了。危险？现在知道危险？你们当初做这些基因实验的时候，怎么想到危险？做实验是为了人类的未来。那么多的科学难题和疾病还没有解决，不实验，难道那些问题会自己解决吗？就是嘛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变成这样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人类，其实就是为了你自己。我为了我自己。老田，老田，
快，我。牺牲是值得的，基因工程是造福人类的事情，没有这些实验，人类根本不会进步，牺牲是在所难免的。你所谓的牺牲就是死人吗？这实验还要死多少人才能成功？丽，田丽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太冲动。就我们这几个人当中，啊，有谁比你爸更了解事儿？想救你女儿，你还把最能帮上忙的人给骂跑了，你何必呢？啊啊！现在事情已经出了，咱们应该想的是如何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责备谁。是啊，田大哥，等田博士回来，好好跟他说说，别生气啊。金金啊，我给你去找两件衣服啊。不用，我穿菲姐的就行。这是，本来就是个错误。我们的实验加速了蜂卵内部的裂变。我孙女她的皮肤癌基本已经治好了，难道你认为这是错误的？疯子，疯子，疯子，疯子！你还在用活人做实验？这个是我的亲生孙女儿，如果当时我没有给她用药，说不定她现在已经死了。是这个成功的案例，拿去拯救更多的人类。老李，你给我放下！李博士，求求你了，这是 IF 公司20年所有人的心血。如果他能够治好妞妞，就意味着他能够治好更多的人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糟了。田博士不是说了吗？那些蜂群并没有攻击妞妞。据我的推测，是妞妞的实验刺激到了蜂群。那些蜂群为了繁衍，错把妞妞身上的雌激素认成了蜂后。
如果的确是像推测的这样的话，那妞妞不仅不会出事儿，反而会被保护得很好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是被刘超雇来的，但我会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女儿的。好不好，看了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，出什么事了？田博士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。什么死了？刚刚不是好好的吗？多半是李辉干的。不会吧。救出去再说。前面好像是蜂巢，走，走啊！
走啊！快进去。来不及了，既然老师说了，就只能略着希望了。要把这个交给他。李博士，是不是牛牛身上的雌激素刺激到了蜂群，才让蜂群开始攻击人的？不知道，你去问老天。
经爆炸了。李辉，李辉死了，不是太危险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走。走，哎，都在呢。田丽呢？别提了，死了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有病吗？那田博士是怎么死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杀的？闪开，我没时间跟你们。李飞儿，你考虑清楚啊，你可是我花钱雇来的，朴晶晶你就在旁边看着是吧？晶晶，你不要相信他，田博士就是他杀死的。解决，李慧，你给我回来！李慧，李慧，田博士，是我，刘超，冷静点，你只要把实验资料交给我，没有，都给我，没有，给我，给我！小姐，田博士死是个意外，而且你也看见了。这死那么多人，都跟他有关系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不如把他的科研成果带出去，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。而且这个荣誉就属于你一个人的，你考虑一下啊。爸爸，爸爸！哎，妞妞，走啊！爸爸。好，妞妞。走走，没用的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孵化出来的蜂群会越来越多的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去。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密码启动自毁程序，整个矿洞就会爆炸，到时候这些怪物
必死无疑。
爸爸。饿吗？饿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阿姨，洞里有吃的，甜甜的。第一次实验。